伊嘛是自来水灌袂到嘛？只用跟灌溉的对啦，灌溉那个灌溉迄个产的，就是都没农用的，农用的不对啊。家庭的农，家庭的农就是必须要是自用的。县长，农用全部停征。农用跟家庭自用的这个水井啊，我们都停征是这个费用啊，对哈。辅导合法哦，这第一点税用，第二点税用哈，就是讲辅导合法，公地规费法、规费法。它是有一定的规定，要收哪些钱、哪些人，所以讲这规定不是婚姻管政府家己规定的，哦，这是配合中央哦所规定的一寡一个规费的收入，哦，规费的收入啊，所以咱开始要有公告，啊，有公告这物件，你拿来登记不要是你买用计划，你知道哦？好，啊，再来第三个就是讲哦，啊，当然啦，咱农民会感觉讲啊，真委屈的哦，我何米苦，我还得弄一口钱。冬季嘛要开始的啊，吼，啊，即嘛是对嘛，我无冬季，我都无当种植，无当种植，我就无当生活啊，我即嘛安尼吼，你要甲我辅导合法，我就尽管你，啊，但是要甲我收钱，也感到心内当然不平啦，吼，有一寡，有一寡即个不平的感觉，这个我们相当理解，啊，我们完全了解。